绍柯晓红啊，他是这两位其实都是柯P竞选团队的这个幕僚啊，分别在政策部跟文宣部啊。那晓红就是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政策的主理，那现在在台北市政府里面也是主要的推动者。那他过去也有就是在科技领域的经验哦，所以他有很多跟这个政府内外部协调还有科技的背景。那另外一个吴敏珠，他当初在科技的地方哦，就是跟这个吴姓网友合作做这个相关哦。那现在他也做很多这个就是政府的公开资料或者是这些技术的咨询。那我们就先欢迎，掌声欢迎他，谢谢。大家好，那谢谢大家来我们这一场预算事情化台北市经验。那我们基本上是为了帮下一个五家华文厂的准备一些选择。然后刚刚是好，所以大家都讲到那个休息化的东西。然后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当今天主打那个防疫送医的策略，就是不只是政府这一端，那另外民间的技术端，我们也会一并有一些跟大家报告的地方。那我是上面那个黄色的小小哦，那我目前在台北市政府咨询局工作。那因为我之前的经验有做过社区发展，然后另外一个资讯的背景，所以比较能处理一些协调的部分啊，可以。我是资深管理工程师，然后我心中的开放的石马，我心中的开放的马云总，我相信开放的石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OK， 然后我直接可以开始了哦，好，祝你们都越走越远啊，谢谢。OK， 那首先我在预算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在 VDK 表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条目，如果大家去搜寻台北市政府预算事情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完整的前因后果这样。那但是我们还是在这边用短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的脉络。那其实主要还是要回归到GDP 一开始的2012年的那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这个视觉化的这个计划。那当时其实我们在台北市要推行的时候，我特别请教村长那边说，台北政府适不适合把这样的计划延伸到就是延伸从中央移植到台北市政府这样。然后其实大家会也说，其实 GDP 整个的概念是一个代用政府，所以他们会预先做出一些他们觉得政府应该要有的雏形，那希望接下来的政府能把这些地方带进政现在的政府里面。那我也有感谢 GDP 提供我这样的资源。OK， 那整个故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下一个讲者比较好。还有在台湾的韩国 VCMA， 其实那时候是我们其实台北是要报一个参与式预算。那这因为报这个参与式预算，其实大家也知道，都是推动东西都是很急促的，很赶，所以为了要 slow down 整个政策，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预算参与式预算应该要有一个自动培训的过程。那怎么样让整个政府的推动可以缓慢下来？其实他们想法是，只要先有一个亮点，然后同时也让民众可以理解预算的话，其实比较能展开后续关于财政预算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讨论说，那他们希望利用预算视觉化，当做一个亮点，然后再衔接接下来的财政预算的这个 project 这样。那这样的假设其实事后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如果你有当中短期亮点策略的话，的确政府就能会买单你的提案，然后甚至可以当做参考你会参考接下来的策略这样子。那所以科长后来听到后就叫做小红负责拍板这样。然后这个照片给大家印象就是很惊天动地的一锤，如果大家有想的话，在第一回，然后 OK 啊，跟这点关系没有。然后接着呢，其实我们来到市长面前以后，我接着就去跟主题处去沟通开放资料这一块的概念。那基本上我们的策略是一分三步，就是说假设我们主教，我就主教对主教，就是主题处处长去游说说开放资料的话，然后不开放就怎样，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沟通研究所的公务员其实会担当，就是他要第一下面的承办。然后呢，持续是第一个资料出来的进度，然后有也许还有一些技术的协助这样。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Tony Q 这边跟永兴有强力的国力资源。这边其实当初我们之所以交这个专案，其实理由很单纯，因为当初我看到小红跟他的
台北市咨询局就一直在一端视觉化的资料，然后就直接交给我们看资料，而在就在这边就咨询局本身专业上面就写说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哎，所以你们有资料，那你们有资料你要做这个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对啊，我们已经在准备资料，然后做资料出来，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哎，那只是整合资料的话，我可能可以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率先的先把2012年的总预算专案 check out 出来，然后先加一个版本，然后开始在思考资料转账。我当初一直以为我要把他们给我的 Excel 档案转丢出来，丢到一般资料社团，应该会有人去分析那份 Excel 档案。然后就礼拜一丢，然后就放上去，然后等到礼拜五，因为什么？因为有固定的格式，它那个虽然是一个不是结构化的资料，但它固定的格式，应该是写它这段处理。然后等了4天，发现果然自己还在发那个没有人，所以我就发现一点用。就半夜的时候还是直播，现在是比较有趣的话直播，然后写它的2个小时写完，然后把它整理完，然后整理完就想说。好，现在只剩把系统放进那个总预算视觉化档案里面，把资料放进去，然后再进去改一些资料会用的东西，应该有会做吧？等了一天发现，还是自己来吧，然后就是整个把它做完，大概这个情况，那么有趣。对，就是可靠的朋友，算一点。啊，那个，我就其实后来出来以后，就探讨说为什么我GDP 2010版本。民间社群版本，直到2015年的时候，刚刚其实才有这样的机会把它引入来执行。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其实之前的政府应该比较缺乏内部协调角色，因为那协调不仅是包括跟外部协调，另外还有跟局处的协调。那之前可能2010年的中央政府就少了这样的角色。那另外就是首长的政治理念其实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刚才看到政府这样的口号发出来后，其实在我们要展开下一个论述或是游说主计处处长中，那个是非常有力道的。对，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外部，其实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影响多元思维，因为过往他们会觉得说开放化其实就很麻烦，他们要应付接下来很多的问题跟需求。但是随着社会的整个一直改变，2010年到2016年，其实社会的改变是很大的。那接下来他们会觉得说，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开放其实会能带来他们绩效，所以公务员比较愿意去执行。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政府内部跟外部互相信赖，也就是说，假设我是在政府内部，但是要外部社群，可能有两个之间的默契，然后沟通与个人自己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资讯背景，所以在沟通上面比较能无缝的衔接这样。那我觉得这样的默契是蛮重要的，这四个要素应该会影响，我觉得是影响2016年跟2015年的一些主要要素。然后我要特别补充的事情是，其实不管从当初的中央总预算资料或到台北市的资料，其实资料它并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我有跟没有意思，它有时候是我知道开放了50%、60%、70%的差别。像中央总预算，它很多细节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工作到一定的层级以下，都不给你总，不给你具体的明细跟项目的。然后包含地方政府在去年，像台北市它接入了它每一个阶层以外，它接入了比方说人事费用，我跟你讲它今年加100万人事费用，它在跟你说里面细节的100万在派了几个人，然后里面它升迁的状况、退休的情况、它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它细到这个程度。可是放在我看见的东西，而且即使是都有地方政府的资料，大家公开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资料其实是有那个它开放的那个比例在里面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觉得这些部分是我们从不同的单位开放新的资料，而且我们往资料深度同时也有前进，我想特别强调这件事情。那其实这样的合作，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合作变成有 social impact， 就是我怎么样把它绩效拉出来。其实当初合作的时候，我们有办了一个记者会，那包括市长或副市长其实都到场，然后呢来讲这样的记者会。那那天的媒体统计有大概107家媒体报道。那有当天苹果日报新闻
点阅率到53万人。那我们3万人的概念大概是，其实现在24人的新闻量大概平均一则是3万人为点。那其实有时候打阅到大概10万人为点。可是单一篇24的话，在53万人为点，其实是对一个政策的宣导那个扩散率是很高的。那整个政策的绩效拉出来以后，其实后续我会跟部门的时候倡议，其实是会顺畅很多。包括统计数据，当然有些不太想开放资料，然后也比较消极态度。到后来，即便愿意配合我们，甚至让厂商去改变出厂的格式来衔接我们系统。那其他的像是财政，那也是有很多大量报告，他们也会想说怎么样做视频化这样。那还有我社会主义当中也主动提供了公益基金的这样的资料，就是整个政府方面会因为这样一次的冲击跟扰动而有所改变。其实这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说，我们前面提的主要的可以来自于我们的媒体的点阅率，但是其实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其实在其中也收集了许多一般民众对于预算的问题，至少我们一次有提问的就有超过100人。也就是过去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只是少数的议员助理、政策执行者跟他们会去认真的去意识到这个国家分配了多少资源在社福、在教育，我都想知道教育占国家的比重多少，其中有多少钱是怎么花的。我们负债人事费用上一直都是我们国家主要大宗，那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并不那么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让更多人开始就会意识到这些事情。但是就过往公务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公开了，事实上这些资料在我们公开之前，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都有公开详细的明细在网站上。都有，但它是以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形式，一个你可以想象的是豆腐时代的东西，感觉上啊，就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难以收取，难以 open 来，难以一目了然看。那在我这边算视觉化，我让多数人看起来都用简单的统计的概念去进入这个基本观念，只是开始而已。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开始让更多人进来，然后让这一群既有公务伙伴们，他们认为这样的进入对他们来讲不会是太大的风险，他们不会遭受太大的误解，所以他们会觉得相对愿意开放。然后开放之后，他们也能够借由这个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了解其他局处的预算。即使是两个科哦，即使是同一个局处里面两个科，他可能都不了解彼此的预算运用。借由这个方式，他可以去明白各自的预算是什么情况，而能够对既有公在推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你绝对不能忽略开放资料对于既有的单位跟既有的程序它带来的帮助。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台北市抛出来后，报告点说其他县市也开始陆续跟进，然后很多需求就跑到公民局这里，然后就请他帮忙做这样子。那他会分享一下各个县市的一些状况。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啊。其实，在台北市开始做起来之后，那因为我一直都属于，我跟你讲很好玩，就是他们可能未必会直接问台北市说你是怎么做的，但是他们来问我说，哎，这听起来是民间执行，那他们都要问我说你是怎么做的。那我觉得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为什么2012年的东西，2005年才引入使用，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他们并不明白什么叫做民间协作。也就是换言之，以他们认知，如果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必须要提报预算，前一年提报预算，告诉议会说我要做预算视觉化的软体，我需要提报一个成本，我需要提报一个厂商，然后他们要执行。那这样的预算，他们就必须要在议会里面看过它的必要性跟可能性。可是试问，当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件事情的目的跟意义，而且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也难说100个民众是合理的投入的情况底下，那或者是这50万的 PV 是合理投入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有机会还会去安全。那我们怎么样在议会里面预算摆放，其实很困难。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方案就是，你们提供预算档案，然后我们民间做协作。那如同高亮说的，带政府的观念嘛，我们把实施码做法引入作为一个版本，然后对政府来讲，它提供档案成本是多少？只有行政成本，而不是系统开发成本。而且最有趣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发了这个概念，我们后来延伸的著作全部都是在公共授权出去，就是完全就是采用会员本一样授权方式，就是 CC BY。那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就会能够把这一套东西再提交给其他的地方县市政府，说我们做来的东西要把档案给我，我就能够帮你做一份。那其他地方县政府，我自己接触到的部分，像高雄市，他们非常主动的在内部，因为他们台北是做的，所以他们就在内部的竞争压力底下跟着就开放。他们开放那天，我刚好受邀去讲开放资料，真的很巧，所以。我早上九点的演讲，我七点跟高铁上一边转资料跟大家聊天，然后到达现场刚好转好，我把它放上去，就变我当天的讲题。那也因为这个机会，我就又深入的问了一下我高雄，那你们之前为什么不开放？为什么之前只有 TOS 的版本，而不愿意开放 CSV 或者是 Excel 的版本？为什么？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转述了，他说他们主计处认为 PDF 的版本才能够防伪。我很花很多时间，我花了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 Excel 的版本，只要你能够在可认证的官方网域跟可反凭证嘛，你在可凭证能够验证跟官方网域认证来源情况底下，它防伪效果是一样的。换言之 ，PDF 如果你要怀中的可能假造的话，其实也可以说。一些工具来查到，那其实你要做的是呼吁凶手认领源头，而不是用这种技术上的手段去防止它。那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蛮常在类似的沟通中出现的。他们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好，他们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然后有一些不同想法，那我们就要需要跟他们做这样的沟通。那通常沟通过后，会有一定程度的进展，那可能会做一些多方的研究之类。那还有第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台中，台中的情况是说，他们还没有取得统计的同意，但是他们的研考就写信来说，叫我统计还没有回复，我可不可以先把我研考会的资料，我带过去的预算资料先给你，你做做看，然后我回报完之后再取得第二次的授权，等我再给你全部的资料。这是我们在台中后往顺利的取得台中的详细资料，然后台中这个城市做一个详细决划。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关于宜兰的部分，请帮我接下来。那宜兰部分的话，好像是有点苦，但是我要特别说的是，宜兰的状况最有趣的点在于，他们的系统只能印出纸本档案，他们连数位化档案都没有。他们有一个主计会计系统，但他们没有能够再做数位档案格式，完全没有，只能印出来。因为他们系统是90年代就开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更新过。但我不是在批评他们，我要注意的提醒大家的事情是，既有的公共系统运作是需要去配合各地的资讯的情况跟落差去配合它去处理的。但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因为这样，宜兰反而是这一次合作里面我觉得最愉快的场景，最愉快的现实，不愧是不愉快，最愉快，它是合作起来最愉快的现实，你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有一个开发者而言，如果我们可以推动一个制度的进行，而不是维持转档，我当然会比较开心。对，每个地方先生都很转档，是第一次转台北的话2个小时，第二次转高雄花1个小时，台中的转半个小时，但这两边都是半个小时。一样的情况是，他就直接说，啊，那我们没有转档，那没关系，你告诉我你刚怎么得知，我们就请厂商出。所以像刚刚这个，就是我跟他说，我们的那个董事长怎么样，我加一个拨打，还故意用比较短的，他说到时候打开就叫他变他自己死。啊，会下来就这么的。那反正就是后来他就回去，不好意思啊，他是8号写信给我，我9号回信给他，然后他在15号，大概一个礼拜后回信给我，马上打好版本，一次到位，然后我就把它汇入。当天晚上会回信给他完成版本，他完全就发我给他的结构化，发我给他的结构，给我的最结构化资料，让我非常开心。我唯一一个不用转档的，所以相对比较没有跟上的地方，其实是有机会一次跟上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劣势啊，大家对。不要说我们这个，好，我们再继续下去。
好，那个其实在这样合作的基础下，去年其实到今年，资讯局一直有一些机会跟社组这边合作。另外，有一块就是我们的摘访的 EOC 资料，其实之前做的是我们都把实时资料可以放出来。那明天是我们直接拿这样资料去做相关的系统。那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二级开始的资料就开始直接送，然后明天系统也有起来。那明天就在这里就把资料去开放，比如说各地级水平电力，或是其实三型查询系统，其实这不仅是帮助到市民，其实但是还帮助到我们消防局，因为那整个数据量只有10000件灾情，其实他连他都不知道哪个地方修好，但是其实水平电力其实帮助到他们非常多。那这是我们今年三月的一个计划，合作的案例是我们跟民间的科技厂商以及 LSS 社群，还有军营社群跟一起合作，把300个空气生成步道全部国小，然后以及民间各部里面，那这些资料全部都是 open 能够上传，直接会到左边这下面的一个军营 B 的这个视觉化的网站上面。那我想说的是说，其实政府这边我们一直有在思考说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政府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做好，你不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对吧？比如说我左边政府，其实我们要掌握协调的权利，我们可以协调厂商，我们可以协调公部门、国小消防局之类的。那我们也可以做整个的操盘，造成社会冲击。但是我们其实很缺乏的是技术能力跟维护资源，还有想象力。但是这三个东西其实在民间这个地方是非常丰沛的。那我想政府跟社群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下面互相的互补。那所以我后来就是像这几个计划，我跟灾防这种又不行了，我就要又靠这样的编组变成一个队伍，互相补足，然后公司协力这样。那也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去探讨资料有哪些资料要继续做开放。那每次的事情，我都会继续培养我们的做默契跟累积技术的能量。OK， 然后接下来是通过给我讲一下这些。在调往就业的需要这边，我想大家回头想一下，刚刚我们在访跟相关 EOC 相关资料，每一个重要整体。在录开放资料之后，很多政府单位最头痛，很多刚去昨天张院长，他也要讲副院长。对，那反正在张院长讲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什么院部会或者是行政单位不知道要开放哪些资料。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资料，它到底是为什么被挑出来开放？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值得深入。除了空气盒子，是因为它从收集的政策自动化，所以它前面完全没有人工介入，那块比较不用说以外 ，EOD 的资料跟其他相关的灾防资料，其实都是他们既有的派案资料。然后既有接到紧急19接过来紧急通报电话之后，他们分析了人工上点位，然后人工分析的内容之后，他们分派给内部的相关窗口的处理。它只是同时的在分派给内部，同时在筛选不特定类型、不有各种问题的前提下，再分配出来给一般社群去双轨的运用，所以它是双轨的运用，并不是独立为了开放资料单独做的一份资料，在这个 case 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既有业务已经足够数位化后，顺便开放出来的，这件事情要特别强调。然后在刚刚的公司合作里面，虽然说技术社群过五环工，很多人会显示，我们很多人都靠我们社群跟康到社群帮忙的。对，我自己其实写就很少部分，但是重要的是台北市里面还有技术人，台北市里面还有副器。如果我们做完东西能够经过他们 review 情况下，在 host 在自己的机器上，由他们去接手，或者是 host 在一些相关的 public service， 像是电话 page 或这些相关的 service， 这样这些服务才能够长久。因为终究这些服务都必须要去 own 它，有去维护它。在这个时候，台北市局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站在外部立场。把这件事再拉回来讲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预算19号本身我们做的资料。那预算我们延续了当初的通过预算19号的版本，也就是用它的图形的大小来处理它的预算的分配比例的大小，然后用红色跟绿色来处理它的跟去年相比的增减，也就是换言之，如果它是绿色，表示今年政府加重预算的东西；如果它是粉红色的话，就是今年政府降低预算的项目。那这是我们折的包，就是我们的泡泡图，然后上面还有分成各单位主管，然后这样整合，所以
让大家很清楚知道哪些单位花了最多预算。那还有另一个缺点，就是大家可能看最大奖的。好，下一页。那因为在刚刚的图表里，大家可能看最大的项目，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标准备案，然后第二层跟第三层的项目的做法，也就是依局数进去，然后可以再点击更多细节。然后在下方其实它有一个文字的清单，会显示对应所有的类别，让大家能够除了图示以外，有什么文字的资料可以看。然后再下一页。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在做专案文案的方案制作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自己要了解这份资料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困扰，就是我自己其实没办法简单的去搜寻，或者很简单去看一个统计数据，或者就一个像 Pivot Table 的东西。那其实我做了一份资料之后，发现有件尴尬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图表，但最简单的表格没有做。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把它做起来，然后补足了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思考啊。我就是回头来看，其实蛮有趣的。然后在这一页是我们当初的 GA 部分的 analysis。那每点点阅率，然后换回来，因为换回来的话，大概是十万个 session。那如果 analysis 的 session 对大家意义什么，大家可以自己想。那我要提的事情是跟多数的应用一样，就是比较丑陋的一面，就是它在前三天的流量的确特别大的，但是它在之后流量就递减了。我现在多数在做应用的时候都有这个困扰，然后我们不逃避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来，这些每天至少都花到200到500之间的 session 一直都在上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真的是一时的热潮过去之后，那这些固定还在上面的 session， 而且是200到500左右数字的 session，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族群？这些人是不是真正对这个东西有需求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会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那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回头去深入了解这群人是什么人。我们可能会看到另外一个问卷调查之类的。那我目前的推测，我认为这群人，就我认为他有可能会是议员或者是议员助理，那些需要了解预算的人。然后还有其他公务员，包含其他县市的公务员跟在地县市的公务员，他们可能需要了解相关的预算执行资料。然后最后就是比较那个的一般是对。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我们后来整个预算是安排了一些后续的作为，就是因为在那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有开放，让我们可以去有那个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整个统合起来，放在一个Hackpad 上面。那也有请比较老师来帮我指导公务员要怎么样回应民间的问题，因为我公务员回应问题都会很自私，比如说抬棺子怎么说，然后我们会来问人家，其实这样民众会很听不懂。但是透过那个其实课程说帮助民众了解一下，你现在的举例就是我们把每个问题分用取出来分类，然后举数知道你现在问的到底是什么以后，其实它有一个更完整，比如说左边它有把财政部举出来完整的一个报表全部都呈现出来了，或是右边这个体育局它就把为什么隔壁国小要盖篮球场，为什么这隔壁国小为什么会盖篮球场的所有的概念都是展开，我觉得这样子对民间的参与其实是回馈是很大的。OK，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版本，就是我们之前是用局处的角度为切入来看预算，但是今年我们的一个版本有增加，是我们以大型计划角度来切，比如说公共住宅、市大域、西区农户计划这几个计划，我们用大计划然后再展开仔细项的方式来做视觉化的版本。OK， 下一个。我们觉得接下来的目标在预算视觉化，其实还是这样一开始，很多人民众了解的只停留在最大的项目、少数的数字。哎，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多有趣的问题啊，像是有人就提问说，为什么记忆竞赛是7000-8000万，然后淹水第一的宣导就1000-2000万，难道先淹水比较不严重，然后什么？他会做一些简单的比较，那其实会让这些局处去重新思考。他们让民众跟群众同学思考政府资源分配的情况，那通常都会有些合理的解释跟答案。Okay.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认为接下来的目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真正的使用者，也就是议员、议员助理、政府
预算编列人、预算执行者这三个角色深入去理解他到底怎么用这份预算书，那让市民能够从他的角度来回看这份预算书，那预算书真正能够发挥他用，这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让预算的每一分钱都实现更加透明，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更理解到这种资源分配。然后回归到整个 GDP 的重建跟脉络，我觉得当然这政府这边有几块啊，一块是我们持续的开放透明，每年把新的一个预算的来源把它做开放化。另外一块就是我觉得政府其实要一直去定义自己是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动，网络科技的变动，社群的兴起，其实政府你就要掌握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别人不能做的。但是别人做的东西，其实你要面对自己，然后很谦卑的去面对社群或者是产业这样。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说，其实我们有必要的是持续的去渗透各种进政府里面，因为我们观察其实有点焦虑，就是首先政府官员对资讯的掌握度不高。然后资料也要偏政治这样子，那传统方面又偏行政，所以造成说整个专业资讯的这一块，不管是哪个类别，都发都交，其实都是空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要需要大家进入政府里面去担任帮助他们。那我觉得其实 GDP 不只是做大家政府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公务员跟 GDP 有接洽，然后呢也有很多 GDP 也到政府里面。我觉得 GDP 应该是一个可以培养带动公务员的人才资料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历练其实对政府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OK， 好，谢谢大家。好，因为时间多，我们就开放一个问题，现场的人来提问，来各位。你好，刚刚感谢你们的分享，可是对我们民间来说，就是你们其实是一个政府，不管是跟中央还是地方还是各县市，那我虽然都看到个别政府的资料，可是我好奇的是说，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可能台北市的教育部，他们可能编20%，可是高雄可能编百教育的应该编10%，那有办法让我们了解出这之间的差异性？谢谢。其实在我把各县市的资料拿回来看之后，我大概有分析过里面的一些脉络。那其实我也跟里面一些各单位的局处，因为有接触嘛，跟大家聊一下。那其实你从预算的分类跟它的科目的分别，其实就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事情。举个例子，新北市有海洋局，台北没有，为什么？因为新北有海边嘛，很单纯。那其实预算的编列会反映出当地的特征。预算编列会反映当地的需要跟特征，然后跟当地的资源分配。我都知道直辖市分得最多资源，非常大量。那还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像台北就是特别需要，像自己举一级单位，这还有知道其他地方县市全部都是二级单位，很多有缺点还在里面。那你说，各县市的观点是什么？这一块我觉得还有待大家继续去玩这些资料。目前就分析来看，我想。我们还是尽量做到，我先把第一层分析，第一层要清理干净，然后交给第二层去分析。我也希望在座我们可以来协助回答这个问题，在未来。好，我们谢谢那个两小朋友啊，总会。OK， 好，那我们谢谢两位讲者，然后就是分享就是这个 GDP 的专案进到 GOV 里面，然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冲突跟他们的下一步还可以往哪里走。那我们就掌声再谢谢这两位讲者，谢谢。